张楠，你又出去跟别人乱说什么了？为什么小区大妈都要来给你介绍对象？这更可笑的是，今天你那个闺蜜还问我，咱俩是不是要离婚了？哦，他们可能以为你不存在吧？我不存在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都当妈的人了，你还要让别人误会你是单身啊？误会？他们没有误会呀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有老公和没有老公有什么区别吗？从这被你的走是我醒来的